欢迎来到我们影视娱乐档中央节目。今天的新闻可真是精彩纷呈。首先，我们要聊聊 DC 反派们的新动作。知名动画《异世界自杀突击队》在 o n i o n e 频道首播，哈利奎因、死亡射手等超级恶棍在异世界大肆破坏。动画使用水墨色彩展现了自杀突击队疯狂的作战方式，成为粉丝热议的焦点。接下来，我们将揭开 Energy 回归的内幕。 成员牛奶在录制《原子少年二》时透露，正是因为看到昆达与火星合作的经典歌曲《放手》，重新擦出火花，才萌生了回归的想法，并带来了新单曲《星期五晚上》。最后，我们来看看欧阳弟弟的最新动态。这位十九岁的 J E n E S 女团成员在社群分享了一段性感舞蹈视频，虽然粉丝们纷纷表示“爱你漂亮”。 但也有网友调侃他养就去洗澡，引发了关于他舞技的热议。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联合新闻网报道，知名动画《异世界自杀突击队》在灵邦集团旗下 OnlyOne 频道首播，迅速引起观众热议。首播的三集中，哈利奎因、死亡射手、和平使者等超级恶棍在帝国城堡大肆破坏，战线在鲜血和混乱中瓦解。 尽管帝国军持续反攻，哈利一行人仍迎战捕鼠人，一场超级暴力的殊死战即将展开。这部动画不仅继承了系列的黑暗和疯狂风格，还成功克服了美日双方在制作上的差异。美商华纳兄弟动画制作部与日本 W I T Studio 的合作堪称完美。 第二集中，动画使用水墨色彩呈现了自杀突击队近乎疯狂的作战方式，保留了本系列的黑暗、欢乐和出人意料的战斗风格。联合新闻网报道，Energy 成员牛奶日前出席《原子少年》二录制，与昆达一同和选手合作，带来 Energy 今年全新单曲《星期五晚上》。 牛奶在台上分享了演出心得，并透露了 Energy 的回归契机竟与《原子少年》有关。牛奶表示，当初看到《原子少年》第一季中火星和昆达合作的《放手》，萌生了想再度在舞台上合作的想法。于是，在前年 Energy 二十周年生日时，联系了昆达，促成了 Energy 的回归和新单曲的诞生。 尽管行程满档，牛奶还是答应了昆达的邀约，表示这样的合作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昆达也感慨道，这次的合作因为有了牛奶的加入，增添了更多的安心感，队友之间的信赖与羁绊深厚。联合新闻网报道，十九岁的欧阳弟弟在社群分享了一段穿短裙跳舞的短片，展示了性感的舞姿和长腿，引来粉丝热烈回应。 然而，也有网友讽刺她舞技不佳，称身上痒就去洗澡。欧阳弟弟是欧阳家三姊妹中最小的一个，目前在女团 J E E S 中发展。她参加泰国选秀节目《创造营亚洲》，并以第八名出道。一开始被质疑靠子比赛，但随着节目播出，她的高 EQ 和得体应对赢得了不少粉丝的认可。 尽管唱跳实力尚未达到顶尖水平，但她的表现已足够亮眼，最终以第八名成绩成为女团成员，并在九名成员中年龄最小。星岛日报在二零二四香港小姐竞选的外景拍摄中，第二批候选佳丽七号秦继文、八号卢凯怡和十二号钟翠诗在塞班岛进行了泳装拍摄。 他们在师姐冯莹莹和麦美恩的带领下，与魔鬼鱼进行了零距离接触。麦美恩虽然表现得非常紧张，但为了好运，最终也鼓起勇气亲吻了魔鬼鱼。午餐期间，八号卢凯仪被安排品尝苦瓜全餐，尽管苦过弟弟，他仍然保持甜美笑容，展现了专业素养。 三位佳丽在拍摄前都做了充分准备。八号卢凯怡表示，大家都很自律。秦继文甚至在飞机上自备减肥餐盒。麦美恩搞笑地表示，自己带了妈妈的泳衣来拍摄，现场笑声不断。联合早报：天后王菲近日被传将于十一月在上海开演唱会，微信截图显示，黄牛已开始预订门票，称其为历史级难度。 然而，王菲的经纪人陈佳英二十三日发出声明，澄清这些传闻不实，王菲暂时没有计划举行任何形式的演唱会。王菲的粉丝们虽然失望，但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希望她能尽快发布新专辑或单曲，或者发行之前演唱会的影音，以满足大家的期待。 联合早报，本地艺人张玉华近日现身慈悲堂举办的观音诞庙会活动，并首次在歌台上献唱三首歌曲，为慈善事业出力。张玉华表示，他认识庙宇的几位法师，受邀参加此次活动是为了招待乐龄人士、智障人士和福利团体，并捐赠一些礼包和日常用品。 尽管他在演出前患了感冒，仍然在现场派发日常用品，并通过歌曲为大家带来正能量。张玉华表示，他从两千年左右开始做慈善，曾去过柬埔寨、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地。他希望今年能筹足资金前往非洲，帮助那里的少女们解决卫生问题。他还在手工市场摆摊卖首饰，所得收入捐给不同的慈善机构。 联合新闻网报道，iC Ball 冰球乐团推出新歌《Never Gonna Stop》。在拍摄 MV 时，键盘手蒙在四十度高温下，穿着白色吊嘎和四角内裤，并在内裤中粘上假巨根，导致下半身呈现坚挺不拔的样子，引得全场大笑。 乐团将在 C E P P New Taipei 举办“早安、晚安、好喜欢 ”2024 首场大型演唱会，并发行了第三首单曲《Never Gonna Stop》。这首带有英伦风情的歌曲讲述了远距离恋爱中的男生如何排解思念。导演 Austin 在 MV 中用了许多卫生纸作为象征，冰球乐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男生们能够秒懂这种思念。 萌首次担任 MV 男主角，虽然有些紧张，但依然听从导演指示投入演出。为了拍摄，萌还特意除掉了一些腿毛，但工作人员依然笑问他是否确定除过，现场气氛十分欢乐。 联合新闻网报道，主播郑凯云近日被挖出曾申诉健康二点零搭档姜昆俊性骚扰事件，姜昆俊否认指控，但郑凯云则发文表示不能做错事，还不承认。他通过社群分享心情，获得了众多粉丝的支持。 郑凯云在七月十四日分享了一段心灵鸡汤短片，勉励大家心之所向就是阳光，无所畏惧便是远方，并提醒大家在人生的舞台上，千万别忘记我们才是自己的主角。他呼吁大家不要让困难阻碍脚步，也不要让恐惧夺走梦想。粉丝们看到他的分享后，纷纷留言表示支持，称他的话语充满力量和温暖。 联合新闻网报道，吴念真的国民戏剧《人间条件一》一经典再重演，洪都拉斯首次担任舞台剧男主角，形容心情如同要去打美国大联盟。洪都拉斯回忆自己的演艺生涯，曾在低温二度下水演出服尸，身体冒烟，牙齿颤抖，多次 NG，几乎吃不消，但最终坚持下来。拍摄结束后，他被邀请演出台语剧，感叹努力终能获得回报。 在《人间条件一》中，洪都拉斯与方又新饰演父女母子，方又新一人分饰两角，排练时曾一度忘记角色，洪都拉斯幽默化解。该剧魁违八年重新登场，由柯一正、方又新、吕杰等人联合主演，聂林担任音乐设计，导演吴念真感性表示，看到观众反应是二十三年来坚持剧场工作的最大动力。该剧将在台北。 高雄、台中巡演带来全新舞台和演出。香港歌手 A.P. 潘宇谦在为新专辑《微光》同名歌曲拍摄 MV 时，特地前往桃园海边取景，却遭遇了一场惨案。久未开车的他险些将车开入坑洞，幸亏摄影师及时叫停，才避免了更严重的事故。 潘宇谦笑称自己非常害怕开车，每次开车都需要听音乐缓解紧张情绪。尽管如此，这次拍摄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尤其是剧组准备的各种道地小吃，如大肠包小肠、卤肉饭等，让他在忙碌的工作中感到一丝满足。潘宇谦透露，他将在后台咖啡举办音乐会，届时不仅太太和小孩会到场。 连父母也会从香港飞来，感觉就像是一次成果发表。艺人唐志平的母亲在今年六月三日被发现陈尸住家社区顶楼，遗体冰存殡仪馆五十天。唐志平一开始拒绝认领遗体，直到检察官通过齿模比对确认死者身份。 唐志平今天下午抵达市林地检署，提出三点质疑，包括为何齿模比对需要一个多月，为何检警先通知媒体而非他本人，以及如何调阅母亲的齿模记录。唐志平强调，他从未拒绝进行 DNA 检测，媒体的报道并不准确。 他还提到，母亲的遗体身上有唐家的钥匙与磁扣，监视器画面也显示电梯里的人是母亲，但他仍无法接受母亲的突然离世，状态不稳定。检警最终通过唐母生前的牙科就诊记录确认死者身份，通知家属并公告招领期限。 日剧男神高桥一生在新婚不久后首次来台拍摄曹兴成首度投资的战争剧《零日攻击》（Zero Day）。高桥一生在剧中饰演一名台日混血，与连于涵饰演的新闻主播在学生时期曾是恋人，因战争敏感时机久违重逢。 高桥一生为角色做足功课，中英日三种语言台词转换无碍，表示每个体验都很新鲜。工作人员和对手演员也十分专业。连于含笑称，演男神前任压力不小。记者会当天，剧组曝光了由导演罗景仁执导的十七分钟前导预告，展示了扎实的战争场面和多元的场景调度，瞄准各阶层角色在战争下的生存危机与人性抉择。 科技大佬曹星成认为，面对台海危机，戏剧对认知的影响深远，非常期待本剧的播出。腾讯作为爱奇艺近两年最大的综艺黑马，重地把第二季刚刚杀青就引发了粉丝的强烈反应，三天内掉粉一百万，原因在于节目组计划大换血，招聘新人。 粉丝们认为原成员十个勤天在节目最困难的阶段付出了巨大努力，现在却被新人取代，感到极为不满。粉丝积极组织脱粉行动，并希望其他平台能邀请十个勤天再造一个新节目。官方的回应并未缓解粉丝的不满，反而引发更多争议。许多粉丝认为，综艺节目中的成员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不应被轻易替代。腾讯。 一九九三年上映的《唐伯虎点秋香》成为了一代经典，周星驰、巩俐等演员的精彩演绎令人难忘。然而，三十多年过去，许多演员的现状令人唏嘘。周星驰已经六十一岁，满头白发，依旧单身；巩俐五十八岁，依然活跃在娱乐圈。黄沾、蓝洁瑛等演员已去世，令人感叹时光飞逝。李健仁因中风导致瘫痪，生活艰难。 刘家辉同样因中风生活困苦，其他演员如吴镇宇、古德昭、苑琼丹等虽然仍活跃在娱乐圈，但也已不再年轻。郑佩佩老师于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七日逝世，消息令人悲痛。这部电影不仅是观众的回忆，也是许多演员一生的标签。腾讯。 霍思燕和杜江最近在云南度假，霍思燕明显发福，胖出了双下巴和小腹微隆，被人怀疑是否怀孕。杜江全程小心搀扶，表现出对妻子的关心。霍思燕自从杜江在电影圈站稳脚跟后，生活惬意，频频度假。虽然霍思燕从未正式回应过是否有第二个孩子。 但他和杜江的感情非常和睦，两人带着一个神秘小女孩出行的照片也多次被拍到。尽管外界猜测不断，但霍思燕并未给予明确回应。无论如何，这并不会影响到他和杜江之间的感情，他们的家庭生活依然幸福美满。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